今天在家里给老妈过78岁生日，我给她准备了烤肉。烤肉用多功能料理锅，底座就是个电磁炉，不会闲置，一般的锅都可以用。煎烤盘用来烤肉烤串都行，中间是加热，两边是保温。下面是防滑设计。深煮锅是5升大容量，比较厚实，把手也是防烫的，可以随时端走。下面也是防滑设计。盖子密封性比较好，上面还有气孔，不会溢锅。这锅利用率高，不会闲置。锅整体看上去也美观大气，上档次。开始上菜了，这个肉还现成的，现成的然后直接放锅里煎就行，就不用咱自己煮，这样比较方便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。菜，多吃点菜。达到煎炒这个档，它还有火锅、红烧、煲汤。度也是可以调。我跟你说，这锅哈，它不冒烟，吃完之后家里也没有味儿。嗯，这热闹是吧？它本身它的锅子好的，它水分没有什么味。嗯嗯，在家里吃吧，就是比在外头吃便宜。外面吃，你看看人家，嗯，那不也为你服务白服务吗？对，要服务费了。对对对。好好好。对他这个一烤就熟，别烤大了。就要把这个就拿出来了啊，就别给放里面放了。嗯啊，蘸这个汁吃哈。嚼嚼嚼啊，对，我吃的我嚼嚼。好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哈。嗯，这锅怎么样？挺好。好哈。嗯，这锅的材质和一般的材质不一样。对，它不是铁的，容易糊冒烟。对对。这个呢，它不冒烟。对对对。就是材料的关系。对对对，你看是你明白。吃这个吧，这个好吃。这个肉哈，你在超市买现成的，这个、肉还都挺好的，吃不腻。嗯。